是大叔说话，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啊。现在好像很多人都急迫的说芍药怎么样，芍药怎么样。我跟你说啊，好的品种还没下来呢，现在芍药都是这种的，就这玩意儿。真正好的芍药还没下来呢，大概还得过，我估计得一个星期左右。现在你们开着大的，这种啊，这是母的，这不是芍药。等牡丹过了结束了，芍药再下来。所以现在别着急啊，现在我跟你说，你买这个芍药可能很便宜啊，其实好芍药很贵的，不便宜啊。大概我们拿货也得60-70块钱一扎，就隔6-7块钱一只。我们拿货的话，好的芍药，好的至少能开到这么大吧，应该。等过一段时间有了会告诉大家，现在肯定还没下来，别着急，现在全是这玩意儿。你说用不用的这两可啊，正好今天我跟大家说说，芍药跟牡丹的区别啊。说你看啊，芍药的杆是草本的，它没有木质的杆。这个牡丹下边有一节是木质的杆啊，是木质的，是木本的哈。另外你看这叶子，芍药的叶子跟牡丹的叶子是有区别的，而且区别挺大，找一个大点的叶子。你看这个叶子，一个比较尖，一个比较圆，这两个不太一样啊。完了，像这种开度的芍药，我觉得。我真不敢保证能开啊，因为太生了。咱们要买的时候啊，我跟你说是买什么样的啊？如果芍药的话，该买这样的啊。芍药都有这么大的头，到这么大的头的时候就肯定能开了。你这个，我估计可能不见开得了。等好的芍药下来，大概的花头也能有这么大。这是牡丹啊，大概也能有这么大。看这叶子，差别还是蛮大的。所以芍药跟牡丹不一样，牡丹马上就过季了。好，那今天咱们用这个牡丹吧，给大家插一个尖。大家都很迫切希望看到这个芍药或者牡丹。芍药现在没有，好芍药没有啊，得过一个星期吧，差不多以后才会有。现在都是牡丹啊，咱们用这个牡丹，还有这个叫粉蝴蝶啊，粉蝴蝶多送玫瑰啊，还有一个这个叫天目琼花啊，一种叶菜，天目琼花。咱们用这三个插一个平常花，大家看看啊。木本的切十字口啊，
先拿，没事。嗯。为什么看呢？特简洁的分手。中国人嘛，还是喜欢花多点。嗯。这花咱们就插完了啊！在大家极力要求下啊，就是这个没有芍药的情况下，咱们用牡丹插。这是牡丹。我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为什么要这么插。牡丹或者芍药呢，这种花它可以开得很大，所以说你一定要把这个空间给它留出来，把开放的空间留出来，你不能挤得满满的。那怎么办呢？那用一些叶子填。刚才用天目雄花这种叶子，这个季节才有，时间也很长，这种叶子时间很长，所以用天目雄花配的。完那个牡丹呢，或者芍药啊，以后的芍药一定要把它开放的空间预留出来，如果没有空间它挤在一起它就很麻烦，它只有空间能开得更大。所以说呢，就插这个花一定要把空间留出来，让这个牡丹也好芍药也好完全开放，它才会好看啊。有好多朋友问啊，就说我这个芍药也好牡丹也好配什么东西，配什么花觉得不好配。我觉得咱们可以从两个角度考虑啊。第一个考虑呢，牡丹本身在中国啊是一种很富贵的感觉，牡丹也好芍药都一样啊，就是很富贵的感觉，所以你配的花呢一定得感觉它，俗话说不是穷的花，应该看起来比较富贵比较高贵的这种花。这是第一个啊。第二，从色彩上来讲，因为芍药也好牡丹也好它的颜色呢属于粉色，我反正是建议用金四色这个颜色来配，就基本上都是粉色系，这样的话呢整体感觉会好一点。我这个呢用的是粉蝴蝶配的啊，大家看一下蝴蝶啊，这个粉蝴蝶呢怎么说呢，就这种奥斯汀花型的那种啊，反正给人感觉有一种那种欧洲的贵族的那种感觉。所以说我开玩笑啊，就说中国的贵族跟欧洲的贵族结合在一起啊，所以说我觉得这两个放在一起感觉还是不错的。另外一个呢，多头的嘛，它可以支出一些来，稍微高一点，所以会多一些线条之类的，所以感觉可能会更活跃一些。所以我想着用这个多头的这个粉蝴蝶和牡丹，再加上天目雄花啊，配的这么一个花。这是牡丹啊，牡丹马上过季了，等过个十天八天的，等那个好品种的芍药下来了，咱们再插。好，那今天呢就跟大家聊聊这个牡丹的搭配方法和插花的方法啊。等芍药来了咱们就做芍药。好，就这么着，谢谢大家。